舒缓，月气芬芳，沁入心扉。如果现在还给大家开始，可能大家都肚子饿的，不一定有听的心情。做了放生，大家应该很开心。因为我们今天，在短暂的一半天当中，救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在座的各位都清楚每一个众神的生命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买到的。大家都清楚，我们如果一旦遭到了生命的威胁的时候，自己的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家产，包括自己的身体上切一块也是愿意的，只要活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都觉得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那么今天呢，刚才各位也看见了，我们放了很多的这个毒蛇啊，就是毒蛇。一般佛教的观念来讲呢，毒蛇也是非常可怜的众生，他以前造的恶业，主要是嗔恨心啊，就造了嗔恨心。让今天给这个发脾气，明天给那个生气啊，这样以后将来都变成毒蛇，毒蛇的生命也相当的长。但是我们造杀它，人们吃它的时候，它的痛苦也极其的强烈啊，就是它的痛苦很强烈。所以我看我们今天呢，也放了很多的这种毒蛇，让他们回到了这个这种自然的。就是家里，应该说每一个众生都获得自在啊。刚才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当放这些飞禽呐、鸟类啊、麻雀啊、还有祖母鸟啊等等这些，放完了以后，他们都返回到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怀抱当中，都开心得不得了啊！大家也是这种心情是很难以语言来这个形容。
虽然我们今天从早上起来听说我们这里有各位早上5点钟都起来去菜市场去买东西，然后装车，在这个路上也是有点辛苦，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还没有吃到饭，可能当一会儿饭会的路上2-3点钟一喝呢就是才可能吃到饭。当然我们今天饿了一天呢，我是这样想，我经常放生的时候呢，虽然我饿一天，但是呢我就如果救了一个众生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一个众生的生命。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改枪毙，改枪毙的时候呢，另一个人他饿了一天救了我的话呢，我觉得是就应该值得，我救了一个人。实际上人跟动物是没有任何差别，从我们佛教的观念呢，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家理论学家都通过长期的研究考察探索，这样以后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这种这个关系就越来越接近。如果我们真正是这个人民获得平安也就是说是世界和平的话呢，首先我们从这个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必须要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们各自的拿着这种特别悲惨的或者凶狠的手段来就是造杀一切众生的生命的话呢，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平呢也不可能有的。前20多年以前的这种历史，人与人之间通过武力来解决，通过武力来战争，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平等和谐呢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跟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呢也应该是有一种平等的这个和睦的这样的对待呢才能整个世界都显得非常快乐宁静平安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如果没有这样的，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人啊有这样的一种观念，看见一个动物的时候，首先觉得是这个动物可不可以吃，根本不想是这个动物有生命啊，它有痛苦啊，它有快乐，好多都根本不想首先第一个念头它的皮肤可不可以穿，它的肉可不可以吃，骨头呢可不可以卖，可不可以赚钱。所以我们人们的这种这个头脑呢实际上是还是很愚痴的虽然跟动物相比较起来，我们人类呢也制造许多的这种科学的仪器有科学的观念有这个比较高潮的一些思想理论等等，但实际上呢在某些领域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呢大家应该要了解到佛法的殊胜性，佛法的这个大悲心呢应该说在我们所有的众生来讲是相当的重要。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有点辛苦有点痛苦有点这个不舒服的话呢，就是绝对是值得的我们在外面经常放生的时候，每天都几乎下午吃饭的时候4点钟左右、3点钟左右就每天都几乎都这样的。但是我们终究的是我们要付出不管钱财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劳动最后得到了众生的这种生命的快乐众生的生命的快乐。因此呢你们在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放生就经常呢这方面做的工作是相当的好我也有种的随喜希望你们呢应该尽量的介绍放生放生的功德的确是相当大的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来讲，我们要做无为布施无为，因为这些众生已经遭到了这个生命的空袭遭到了生命的威胁。我们如果真正用自己的这种大悲心
救护这些众生的生命呢，那的确是在世间当中是再没有更大的功德了啊，就是没有更大的。我看呢，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啊，也带了很多的这种孝害，就是带到这样的话呢，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从小都是有一种这个教育，这种教育呢应该需要慈悲的教育啊，应该用爱心的教育、智慧的教育，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他们从小的时候呢，通过家庭的这种感化啊，就经常就灌输这样的慈悲的这种教育的话呢，我想他们长大以后呢，也应该心里比较坚固的智慧，坚固的慈悲心，这一点也的确相当的重要。当然，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也是做很长时间的开始，对你们来讲也是很辛苦，我也不愿意耽误大家的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我只有这个今天的时间，我想给大家也提出几个希望啊，就是提出几个希望，应该呢让大家也作为一个参考啊，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第一个刚才也讲了，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也负责任。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对大大小小的人，或者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呢，应该用佛法来感化他们。佛法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利益众生最广大、最有理、最有效的一种利益方法。所以呢，希望你们在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你家里人的时候呢，应该能不能用佛法来就是帮助别人。比如说你家里的父母呢，要想帮助他们，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就养了你们，那么辛辛苦苦养了你们的话呢，你们想帮助他们的话，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呢？最好是让他皈依佛门啊。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皈依佛门的话，那就让他最好放生啊，就放生啊，或者是做一些善事啊，这一点相当重要啊，这是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样啊，我刚才说呢，给你们提出几个要求，当然今天大家一方面辛苦了。但另一方面呢，我耽误的时间比较短，希望大家认真的听说，因为我们所谓的佛法呢比较应该说是，虽然我讲着不太好，但是佛法是的确是很难闻的，很难以听到的。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平时你们比如说看电视啊，看一些世间的乱七八糟的时候呢，就很专注啊，就是心一直集中在经里好几个小时啊。有些人看连续片的时候呢，好像晚上都不用睡觉，白天都不用吃饭，一直看着，一直看着，就是心里特别的专注。一听到佛法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有时候想什么家里面这个人啊，我待一会儿吃什么东西啊，我回去以后要做什么事啊，就是想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用分别这个杂念来中断自己的想绪，这样不太好。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也给特意的大家提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以后大家对家里的人、对其他的亲朋好友帮助的时候呢，能不能用佛法来帮助，让别人皈依，让别人多放生，发菩提心啊，就这个是我们平时该做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希望你们多学习一些佛法的知识啊。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推广这个佛教的基本知识。我们如果没有懂到佛教的这个基本知识呢，那么恐怕很多人的这个学习根本提不上来。现在许多人
表面上看来学习佛法是比较虔诚很精进，但实际上呢也并不是很理想，基本的一些佛教的知识许许多多的人不太懂啊。这样呢，你做一个佛教徒，如果佛教的基本知识没有懂到的话，那就不合理的。所以呢，平时我们喜欢修家性的，喜欢看书的，喜欢学习佛法的这样的人呢，学的也比较稳啊，几十年以后我这个十年如一日，根本不会有变动的。如果今天有一种热气，认认真真的学，明天呢又跑了，这种情况呢在佛教徒当中也是有的，这样不太好。任何一件事情呢，没有一个稳固的心，不可能的成就，应该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心态，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所以我第二个希望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第三个希望呢，在这里的不管是老年人，这个年轻人啊，都祈祷阿弥陀佛啊，这往生极乐世界。前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也是讲了一些净土教言，不管是学汉传净土的人、藏传净土的人，我觉得大家都要祈祷往生极乐世界。我看我们在座的人啊，这个寿命很短暂的，再过2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寿命不太多，这样一来呢，能不能大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名号？同时呢，我们以前也造过很多的恶业，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念诵金刚萨埵心咒。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呢，应该平时都要念。我们藏地的许许多多的出家人和一些怎么说啊，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凡是佛教徒，每一个人都是拉着念珠，拉着念珠呢，有时间的时候都一直念着，就经常念着，并不是说你开心的时候念了，不是这样的。但到了寒地的时候，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基本上都看不见拉着念珠。既然说他拉着念珠呢，也从来都不念。平时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说的也特别特别的多，自己耽误时间的特别多，这样不太好。应该有时间多念一些咒语啊，要么念阿弥陀佛，要么念金刚萨埵心咒。不管你是年轻人、老年人，一定要忏悔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些罪业。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说大家也值得重视。如果你没有这样啊，很多人发愿念100万呢，或者是这样，有些人呢根本不发愿啊，我害怕不念不念呢，这样自己对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希望呢我们这个人生是很短暂的，不要白来一趟，真的。今生当中遇到佛法时，我觉得是在座的各位的一个最大的这种荣幸的事啊，就荣幸的事。所以呢，我想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最殊胜的法门要做选择。最殊胜的法门有两种啊，可以这样说，一种呢，现在在汉地非常这个流传的净土宗啊，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非常大的。第二个最殊胜的法呢，我们藏地极少数的有些有眼弟子经常修持的无上密法啊，就无上密法。所以这个密法和先宗的净土宗呢，当前我们这个佛法当中的可以说是精华，大家呢前往不能做汇报啊。既不能做汇报，又要以恭敬心来自己静静的修持，只有这样呢，才能我们的这个人生真正得到切实的利益。你们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就心里面整天都是有些赚钱呐、或者是对自己的家庭呐、对自己的什么这个单位啊，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啊，就是心里面可能想的比较多。但这一点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作为在家人来讲是不顾虑这一点没有的。但你当变成老年人的时候，唯一的
有利益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当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唯一的有利益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世间的金钱也带不走，地位也带不走，所有的这些财产呢、名声呢，对我们来讲是无济于事。因此，希望大家应该有时间的时候，反反复复的思考自己：我来到这个人间呢，仅仅是为了吃喝玩乐赚钱或者是过的生活就可以了吗？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的帮助众生，另一方面呢，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要好好的修行啊。没有这个修行呢，所谓的佛法也是变成了一种纸上谈兵，就不太这个利用。因此希望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以净土宗和这个无上密法的一些教言按照传承上师的传统传承来继续修持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希望。第四个希望呢，刚才前面也给大家提了有时间的时候大家也长期的去这个放生就是放生那么这个放生的功德相当大，然后呢自己也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吃素就是吃素的功德的确也相当大，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是在一辈子当中也杀过很多的众生，比如说你们什么这个吃活的吃海鲜呐、吃活鱼等等等，就是这样为了你的这种一顿饭的这个口语为了一顿饭的这种口语呢，也是参杀过就是别的一些众生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为了忏悔这些尽量的这个吃素，尽量的放生这方面呢大家应该注意。如果你一辈子也实在是不能吃素的话呢，那么每一个月的这个每一个月的初八初十或者说一些什么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一年吃素一个月吃素能不能这样的话，那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汉传佛教里面特别提倡吃素，我们藏传佛教也是现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学习这个汉传佛教的吃素的精神。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大悲心可以这个体现出来大乘佛教的大悲心可以体现出来。再加上平时呢，我看你们沈阳这边的居士呢，应该是比较团结的，这一点很重要就一定要团结没有必要呢就是互相经常汇报或者是这个居士与居士之间，佛教徒与佛教之间经常有一些矛盾这样以后我们的佛教就没有这个和睦的气氛，这样呢就弘扬佛法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我今天呢也是主要的这个提出了这几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第一个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推广这个佛教的理论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讲你们要帮助这个你的这个家庭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话呢，尽量用佛法来帮助他们。当然，我们用钱财、用地位来帮助是，这是暂时的一个帮助，应该用佛法来帮助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大家要短暂的人生当中好好的去净土法门和无上密法，以及这个其他的你的这个传承上师们的一些教言。第四个呢，戒杀放生就精进努力。今天我提出了大概这几个问题。好，谢谢大家。